到了，到了，这就是铁岭最贵的一家饭店，是吧？苏格兰调情。爷，你念反了，那苏格兰情调。啊，情调啊。嗯。那就搁这吃。爷，这家老贵了吧？贵，咱带钱了，带3万多的。那包呢？我没拿包啊。装钱那包，黄包。完了，让我落炕上了。你说你这孩子还能办点事儿不？你说这跟你办事落炕上了还？兜还有钱吗？我这兜，多钱呢才？啊？才70多块钱。我还有400，行了。那也不能够啊。哎呀，够不够就这样吧，你去。服务员。对不起大爷，我们这是高档酒店，不收农副产品。不是，我们是吃饭的。妈，吃饭的呀？不像吗？不太像。我说姑娘啊，这顿饭非常重要。妈，你管谁家姑娘呢？人家是纯爷们儿。我咋还这么个打扮呢？这还是穿个裙子呢？这是按我们苏格兰风格来包装的，再说也不是裙子，这不七分裤吗？你看这有腿的吗？哈，妈呀，着急穿跑偏了。哎呀妈呀，我说走道咋没有裆呢？行吧，那条腿留别人穿。哎呀，小伙子，我跟你说呀，今天我要请一位重要客人吃饭。什么？你一定要招待好啊。啊，那没问题。来来来，我问问你，这个你们这个酒店如果要鸡头白脸吃一顿得多少钱？这咋还吃急眼了呢？不是，我意思就是最贵的都点上。得1-2万吧。1-2万。啊，那啥，那个有没有那种情况，今儿个吃完了明儿个来结账了？打白条啊？不是，我这不是打白条，不差钱，有钱。啊，是。啥意思？小费。哎呀妈呀，大爷你真敞亮，你太帅了。不是，给100块钱还帅的，我跟你说就不白给啊。啊，一会儿客人到了，你一定要给足我面子，明白吗？我到点菜的时候呢，你得替我兜着点。咋兜啊？既把面子又给了，但是你又不能花的太狠，就是我要点贵菜。我就说没有呗。哎呀妈，你太厉害了！来来来，拿点，别提了，再给你30，来，我给你兜明白的啊。好，谢谢您啊，你放心吧。爷，我有点饿了。饿了？啊，来碗面条。78一碗。啥面呢？这么贵呀？苏格兰打卤面。那个是不是卤子贵呀？卤不要钱。啊，那你来碗卤子，先尝尝咸淡啊。快去！妈，没那上过呀。那是我没来，我要来了，你早就这么上了。去吧，快去！这老爷子，我要说面条不要钱，要面条了你还？来，站起来。跟你说啊，一会儿星光大道那毕老师来了，你一定要给我争点脸，好不好？这是人生最好的一次机会，知道吗？嗯。爷爷培养你都已经40多年了，你爷我才多大呀？我还培养你爸30多年呢，是吧？你爸那是个半成品，我都给培养成文化站站长了。你一定要超过他，有决心吗？有。表下决心。有，我指定洪湖水浪打浪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一浪更比一浪强，把我爹拍在沙滩上。有志向。哎，来了，来，先把这卤子喝了，孩子饿了。哎呀，爷有点咸了。没事，咸的整碗水去。免费的水呗，是吧？进点白开水就行。行，那你等着，我给你整水。这么抠啊！真甜。哎，行，别动！哎呀，你不那谁吗？谁？你是那个蒙住了啊！别吵吵，别吵。朱军不是朱军，不是白岩松，不是老毕、哦。你是毕老师吗？我姓毕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毕老师来了。
你咋出来了呢？哎呦我的妈呀！快来人呐！快点人！一会儿该跑了。李老师，你看，干啥玩意儿？吵着把火让狼撵了，家伙！毕老师，我知道，这就是我要请的客人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毕老师，你给我照个相呗。先等一会儿，刚到是吧？刚到，刚到。哎呦我的妈！我在这等半天了。哦，你好，你好。哎呀，就请问您是？你找谁？我找莲花乡文化站站长赵铁柱。找对了，这就是赵铁柱的爹。我是。不是，啊、你这赵铁柱是我爹。哎，我是赵铁柱的爹。你不找爹吗？不是，你。找着对了，爹，不是那个我找您儿子啊，他在乡里等你呢。哎呀，乡里布置老隆重了，乡长书记都在那排队等你呢，布一个大厅，完事弄一个大房间，给你弄一个大照片挂中间了，周围全是花啊。老哥，那花都是什么颜色的？这白的黄的都有啊，啊，可不漂亮了，真的。老百姓啊，都拿笔等着，搁那都哭了，等你呢。哭什么？不激动吗？你去了，来吧。哦，那不，那咱可去乡里吧。对的，乡里布置我说是先搁铁岭吃一顿，完事再上那。你看吧。不，在这儿吃饭。这铁岭最贵的，你来吧。别，没事。我大爷，我不是老哥，我在飞机上吃了。那客随主便，好不好？给你怎么安排你就听话。来，毕老师，你给我照个相呗。毕老师，你照不？您是男服务员是吧？长得挺委婉的，你这是吧？我跟你说，我刚开始来都误会了。你说哪有这打扮的？哎呀妈！哎，坐呀。哎，刚到是吧？刚到。咱是老乡，是吗？你不大连人吗？啊，对，大连人。你住哪儿？我住大连老兵湾。哎呀妈呀，有亲戚。和您孩子他姥爷也在老兵湾，也姓毕。啊，不，你姥爷叫毕什么？毕文婷。姥爷打麻将肯定是高手是吧？怎么呀？毕文婷吗？是吧？啊，正好你叫毕门炮嘛。说那个，我叫毕福建。你看真是的，没准都有实在啊。哎呀妈，这一笑，你看看多像你姥爷临走那张照片啊！